喂，hello 咁多位早晨啊，咁啊，我早排咧已经系预告过噶啦，就系我会睇呢出Lady Abelique。咁啊，佢呢出咧系50年代嘅一出法国片，佢黑白嘅。OK， 咁啊，梗系讲法文啦。咁点解我会揾呢出戏嚟睇咧？就系因为我睇过佢90年代一个英文荷里活嘅翻一个 remake。一个翻拍版本，咁我觉得咧，即系嗰出咧，即系都系非常之好睇。虽然咧，即系其他人对佢嘅评价咧就系好低，但系我觉得嗰出咧都系好好睇。咁我就即系好好奇嘅，即系我想知道咧，佢原本嗰个版本，咁啊即系梗系好过翻拍嗰个噶啦。咁即系点样样咧？咁所以咧，即系我隔咗几日之后咧，即系我就即系都揾呢出咧，即系走嚟睇下咁样样。OK。咁啊，佢呢出戏咧，即系嗰个故事，即系我再 summarize 多一次啊。虽然佢个故事其实系同嗰个翻拍嗰个版本咧系差唔多啊。咁即系如果你有听过我讲翻拍嗰个版本，咁你已经知道个故事系讲咩。咁咧，佢就系讲咧，有个女人，咁佢个老公咧就系个校长嚟嘅。咁佢自己咧，即系亦都系，其实嗰间学校系佢嘅。咁但係即係佢家族俾佢嘅，即係即係用佢啲錢嚟到買嘅，即係嗰一個嘅學校。咁呢佢呢就 appoint 咗佢個老公呢喺嗰度做校長 ,ok? 咁所以即係其實佢係仕頭婆嚟嘅，即係雖然即係你可以話即係佢個老公高級過佢，因為佢自己呢就喺嗰間學校嗰度做教書咁樣。ok? 咁呢佢個老公呢就對佢好衰嘅，並且呢就喺外面呢就有女人。咁佢其中一個女人咧，仲要係嗰間學校教書嘅其中一個 miss。咁咧，佢嗰個老婆咧，佢就真係逆來順受，佢甚至乎咧係同嗰個小三，即係學校裏邊嗰個情婦啊，即係同佢做咗朋友添。你知唔知啊？變咗即係嗰啲手拍交嗰類咁樣樣啊，手袋黨，佢哋兩個變咗。OK。咁咧就后屘咧，即系嗰个故事发展落去咧，就系咧，即系呢两个女人，即系无论做老婆又或者做情妇嗰个，都觉得咧，即系喺呢啲嘅关系里边咧，即系佢顶唔顺，同埋即系嗰条友咧，即系佢嘅性情咧系真系好衰，咁所以咧，即系佢哋两个咧就开始商量咧，要不如做瓜佢咁样样啦 ，OK？ 咁然之后咧呢出戏咧就系讲佢哋会唔会真系出手做瓜佢咧？如果會做，佢哋會用啲乜嘢手法咧？咁然之後，即係佢又點樣跟進、點樣處理、點樣去甩身咧？如果佢哋做咗 ，OK， 佢哋會點樣 plan 咧？咁咧就即係喺佢哋好多嘅決定做咗出嚟之後咧，又有好多唔同嘅意外發生 ，OK？ 然之後咧，即係佢哋內心咧有好多唔同嘅掙扎，咁啊又佢哋做咗一啲唔啱嘅嘢。又驚俾人揭穿咁樣樣 ，OK， 咁即係所以咧，即係呢出戲咧，即係嗰個趣味啊，就係睇佢哋啲兩個女仔 ，OK， 即係佢哋點樣處理、點樣 handle 好多嘅情況同埋事情咁樣樣咯 ，OK， 咁即係有時即係佢哋要 improvise， 即係佢哋要即係即時諗計解決啊，即係嗰啲咁樣樣，咁即係所以即係佢裏邊即係嗰啲嘅懸疑嗰個嘅。那個嘅部分咧，嗰啲嘅元素咧，就喺即係呢啲嘅細節裏邊，即係嗰度出嚟嘅。咁同埋咧，即係佢裏邊咧，即係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謎團嘅。即係例如有時咧，即係佢哋做咗某一啲嘢之後，佢哋感覺到 feel 到，咦好似即係有啲唔應該發生嘅嘢發生咗，又或者係唔應該喺嗰一刻出現嘅人。在那一刻出現了咁樣樣 ，OK， 佢哋解釋唔到，即係有啲解釋唔到嘅事情嘅現象發生咗咁樣樣，咁所以即係佢哋又要 find out why 點解會咁樣樣 ，OK， 咁所以佢裏邊即係亦都有一啲嘅謎團咧係有待解開咁樣樣。咁啊呢出戲咧去到結局嘅時候咧，佢冇賣啲咩關子啊，即係佢所有嘢咧，即係佢都係有一個嘅。解答咁樣樣嘅 ，OK， 咁所以咧，即係一個完整嘅故事嚟嘅，咁所以咧呢方面咧你就唔需要擔心。咁啊呢出戲咧，即係我覺得呢出戲佢嗰個吸引力同 D
點解我中意嗰個 remake 嘅原因係一模一樣咯，即係就係佢嗰個嘅故事完整，即係一個好 solid 嘅好一個好 valid 嘅故事啦，即係我係覺得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嗰出其實佢哋好相似添，即係其實佢哋即係嗰個翻拍，即係唔係呢個原裝同個翻拍好相似 ，OK， 而係嗰個翻拍嗰個係其實都跟得幾足嘅，即係佢嗰一個嘅故事，佢有一啲改變嘅位置嘅，咁我都同意咧，即係佢某一啲改變嘅位置咧，我唔係咁中意嘅，即係例如佢翻拍嗰個咧，即係佢個 remake 咧，佢有少少加咗啲性感嘅元素，即係加咗啲 erotic 嘅元素，咁我可能咧即係因為佢嗰兩個女主角嘅原因啦 ，OK， 即係Sharon Stone。佢嗰個嘅形象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佢就係妖夜，即係嗰種咁樣樣嘅形象。但係佢喺出戲裏邊，佢唔肯露嘅喎，佢咩都冇露嘅喎。即係其實係咁，然之後咧，即係嗰個佢反而咧就係個樣好純情嗰、那個嗰個女主角咧 ，Isabel Adjani， 佢就肯露，反而然之後露點露毛，乜都露曬喎。反而嗰個就咁即係佢，即係但係我覺得有少少格格不入咯。即係我覺得呢個故事佢本來就已經係咁好咧。即係我覺得係唔需要，即係唔需要加呢一啲性感嘅元素落去咯。即係我覺得係咁，佢加咗 OK， 即係我亦都唔係話好抗拒睇 OK， 因為嗰個靚女嗰、那個女主角係即係真係好正，即係我都唔係抗拒。咁但係即係我有覺得咧，即係嗰啲部分係不必要嘅。OK， 咁咧，但系即系佢，所以咧呢两出咧，即系其实都好，即系我觉得系好相似咯。即系其实即系如果净系讲嗰个嘅故事嘅话，咁我睇呢个原本呢个版本，佢法文，我觉得唔系一个阻碍啦。另外佢黑白咁样样，咁我觉得都 OK 喎。即我覺得 OK 喎，即我唔會覺得即佢黑白變咗好難睇，我唔會覺得喎，即我覺得都係拍得靚喎。其實呢出戲都係我比較最喜歡，即如果你咁樣 compare 嘅話咧，我係比較喜歡原裝呢個版本嗰個嘅結局，我會比較中意呢一個嘅結局多啲。佢都唔係 perfect， 要唔要？即佢都完得好倉促咁樣樣嘅，有種咁樣樣嘅感覺，但係咧。是 work 的，有两个原因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原因呢，他拍得好过翻拍那个版本，即是那一个的结尾。即是他是在个走廊那里用那些，因为他黑白嘛，用那些的光暗，即是那个 contrast 是很好看。然后呢，在整段是完全没有音乐 ,ok, 即是他不需要音乐，是即是那个紧张的气氛。是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步咯，即我觉得即佢系成功，即将嗰一 part 拍到好紧张咁样样啦，系 work 嘅。OK， 然之后去到好 shocking 嗰个 moment 咧，佢就喺嗰度就完啦。即系你可以话即系佢完得好突然，都系 OK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佢又确实系咧，即系佢系即系将嗰个紧张嘅情绪带到去高峰，然之后佢就 stop， 就系咁样样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嗰个翻拍咧，佢就唔系，佢咧就去到最紧张嗰一刻咧，然之后佢之后仲有一啲嘢发生，即系你可以话佢丰富啲 ，OK， 即系你可以话佢完整啲咁样样，尝试整到件事完整啲，但系你但系。即系你又可以话，即系我相信对某啲人嚟讲都会有嗰个感觉，就系、是即系佢系沟淡咗佢嗰个最高峰嗰、那个最令人最震惊嗰个位咯。即系其实系会 ，OK， 喂，不过其实我觉得即系两个结局咧，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都唔错嘅。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就会中意原装嗰个多啲咯，即系黑白片嗰个嘅结局 ，OK。好啦，咁呢出戏啊，我俾嘅评分我都系俾 B 减啊。OK， 即系喺我心目中两出都系好戏，两出都值得睇，我觉得。